要带他们出去。好，那个美玉再说一遍。杜侠英勇兄弟，为你渡海。老阿伯，你们客气，为民渡海是受受尽你的受力的受益。这是我们所有的说法，你是所处的领导方，是表示对他们是有利的。当你有所拿到，就是你的。哦，这意思。OK。老阿伯，你们客气，为民渡海是受尽你的受。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人下来就把脚一抹。他们说咱们把刀子放在桌上。哦，哎，全然的。谁英雄？放回去。啊，阿伯，来客，为民渡海是受尽你的苦，你的苦呀。英雄，我今来找不用过你。走，走，出发。相见啦，情人相会啦，这个大圆满的时间啦。